到处都有人在打芭比嘞，芭比有人打吗？啊，已经刷一排了，芭比还比五 B 热门。果然五 B 就是孤儿，没人玩。然后我真心觉得，因为游戏可以少一点这种啊闪来闪去的背景，意图使人把背景关闭，不要看。还是这是已经是上个时代的产物了，所以还有这么多闪来闪去的背景。我对《异地存亡》的历史很不了解。还没有结束，上个时代的产物，果然吗？啊，成就达成，我看到他跳出来。下一个应该换 second 的吧，我们就照顺序来。